我会 PPAP 控马控控，我会 PPAP 超好笑的。Aniki 2.0 洪尚杰失控妹陈锦金来了，哎呦！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的洪尚杰。大家好，我是新调来的陈锦金，给你打会。要比歌曲之前，你们要先比一下才艺吗？你会什么 ？PPAP， 我超会 PPAP 叠板的，我会 PPAP 控马控控。我会 PPAP 超好笑的，想不想看 ？PPAP， 哎，你干啥？哎，干啥不？干啥不干？你干啥？你干几天？天板阿伯阿伯板，我太假了。PPAP， 爱好宝贝，贾文，爱好宝阿伯，许常德，哦，他们很好，爱好宝贝。陪伴阿宝，阿宝陪。哇哈哈哈八年前的斗嘴组合，今天要再度同台，真的吗？八年后他们变什么样子？对，各位，掌声的欢迎洪尚杰，还有已经改名字的陈佑荣，有请，欢迎两位。这是哎，过去的锦金，对，佑荣，对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你知道要跟他合作的时候，你有做什么准备吗？因为其实那个时候要合作，其实是蛮开心的，因为八年没见嘛，嗯，所以你们都没有见过面，那个没有，八年都没有，八年都没有。你看到他有没有吓一跳？有，真的有吓一跳，真的有。你看到他呢？吓两跳？吓三跳？三跳哦！你们别说了，现在陈总老师还在发抖嘞。所以你那也期待再合作一下哈。是是是，对。OK， 那你们准备了什么呢？因为想说回归嘛，然后佑荣也回归，八年回归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主曲，就是有《单薄喊喜婆》跟《爱情喊喜婆》两首歌加起来的一首主曲。哦，是是是，你什么时候改名字的？小六升国一的时候。啊，为什么要改名字？因为之前上节目的关系，所以有一点麻烦。什么麻烦？就被认出来。被认出来，还有，之前表面的画面被拿出来再弹一次，我蛮尴尬的。不用尴尬。那都是成长的过程，那都是你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我们回过头来看，我们就那个时候呢，你是非常非常精彩的，对呀。想讲你甲阮是同款的，讲咱的恋爱拢是通袂歹。若讲起阮的痴情，你敢也不知？你唔通嫌人过嫌西。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
谢洪尚杰、陈佑荣，然后陈佑荣，老师好，真的变得好漂亮，谢谢。就 Kiki 的就是耶，然后呢，整个身材比例，整个所有的一切，我都觉得你是让我看到从到现在为止变得让我最惊讶的一个，真的我太喜欢你了。你也应该喜欢他，毕竟他当初是跟你讲。郑雅文，你有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对，最多好朋友。我超爱那一段，每次看，每次笑，我就觉得说，哇，真的，我好荣幸哦，能够参与到你那一段，真的很棒。然后呢，尚杰让我真的很惊讶的，就是说，男孩囡仔是自细汉哦，大汉咧后抽管咧后吼，面上会袂认你，结果你是一个模啊，为细汉到大汉拢无变。刚才这个新冠的，忽然刚才跳冠个八百个，这真的是哦，又高又帅的，真的哦，太棒了！你们这段的表演，我觉得真的很精彩，很棒很棒，我真的是无话可说。